接下来做的这道菜是墨西哥的牛奶稀饭。首先取一定的水烧开，加上一种叫 Canela 的香料放在一起，把水烧开。另外先把米洗干净，取一定量的米洗干净，然后把米倒在锅里面一起煮，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倒入适量的牛奶，然后再不停的搅拌，再加一点糖，加点糖，按个人的口味加点适量的糖。然后再搅拌，一直等它烧，然后一直到烧熟为止，这样这道菜就做好了。